好啦，顶姊妹平安，又嚟到我哋嘅考古新知咧第十二辑啦。我哋今日咧系会讲到呢个犹大喺摩撒嘅另一座嘅圣殿。咁啊，其实呢一个咧系好早咧好想同大家讲噶啦，因为呢一个咧系去年嘅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咁啊，想报告嘅时候咧，诶又有新嘅又有新嘅嘢咧一路拖而住。不过咧呢一个嘅题目咧。

同埋手中嘅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嘅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要立为他名嘅居所。咁啊呢一、這个经文咧就讲到好清楚，神系指定要以色列人喺边一说，即系耶路撒冷圣殿啦，先至咧系嚟到咧系献祭俾佢。好啦，而家呢个报道讲乜咧咁？原来。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喺距離耶路撒冷西北好近嘅啫，四英里嘅摩撒堆丘就發現到一座嘅神廟。哦、啊，咁呢一座嘅位置咧，已經係被考古學家咧係肯定咗噶啦，就係、是、約書亞記十八章二十六節所提到嘅一座城，就係、是、叫做摩撒。並且咧，將呢個城標記為咧。 耶路撒冷嘅皇家嘅粮仓好了，好啦，咁啊睇翻地图嗬，摩擦喺边咧？咁嗱，耶路撒冷西北好近嘅地方嘅啫噃，佢啱啱线咧就喺一条好重要嘅高速公路嘅旁边。咁啊高望落去咧，仲睇见咧呢个神庙嘅遗迹系点样好了？好啦，呢个报道继续落去咧，就讲到从铁器时代第二期，即系公元九百年左右。 咁啊，當時咧聖殿就係、是、耶路撒冷嘅聖殿就被建立啦，一路去到鐵器時期嘅末期，即係嚟到公元六世紀初期被毀。咁呢個被毀咧，亦都同時咧就係、是、由大國被毀嘅時候。咁啊，即係話咧喺整個鐵器時代二期啊，佢一路都係築立喺個樹，而且仲有宗教嘅活動添。 A 2700 year old ancient temple has been found near the city of Jerusalem at the Tel Matzah archaeological site. The temple was uncovered while workers were making excavations for a new section of Highway 1 in Israel. The site of Tel Matzah has been linked to the ancient town of Maza from the Book of Joshua in the Bible. During past excavations at Tel Matzah,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remains of what may have been a grain storage structure for the city of Jerusalem in the past. They have also found several items nearby the temple site, like pieces of pottery, ritualistic pedestals, and figurines of horses and human heads. The directors of the excavation, on behalf of the Israeli Antiquities Authority, said the ritual building at Talmaza is an unusual and striking find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hardly any remains of ritual buildings of the period in Judea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temple. The uniqueness of the structure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of the vicinity of the site to the capital city of Jerusalem, which acted as the king's main sacred center at the time. Well, 咁唔知道你有冇一種嘅困惑，就好似考古學家有困惑咁樣。咁啊，原來以色列古物管理局耶路撒冷嘅考古學家，佢哋都做出咗一個驚人並且令人困惑嘅發現，就係話喺鐵器時代咧，當猶大唯一嘅嗰個聖殿係喺耶路撒冷仲存在緊嘅時候，點可能會喺？

派咩祭司啊去做乜嘢嘢啊咁样，系咪咁呢？咁我哋好了解一样嘅嘢呢，就系、是、以色列喺佢哋灵灵性最好嘅时候，咁啊就系、是、当时咧有两个嘅王啊嘛，一个咧就系希西加，另外一个咧就系约西亚。呢两个王分别喺圣经记载咧，佢哋都系有宗教嘅改革，佢哋并且宣称咧要巩固耶路撒冷。 由所罗门王所建嘅圣殿嘅敬拜方法咧，要得以继续系得神喜悦嘅话咧，一定要点咧噶？一定要喺整个以色列地嘅里边，要将所有一切邪教活动全部要撤销，全部唔准有，净系得一度嘅啫，就系、是、耶路撒冷。嗬、啊，咁呢啲嘅改革咧，可以对应咧就系公元前咧八世纪末。 同埋七世紀末嘅時候，咁啊簡單嚟講呢即係話，儘管喺聖經裏面記述咗希西家同埋約西亞嘅改革，咁啊點呢？咁？但喺耶路撒冷，除咗聖殿嘅官方嘅即係官方嘅聖殿之外咧，又大眾設立咗有被批准嘅神廟喎。哇！呢一樣嘅嘢，咁啊即係同聖經嘅記載。 神嘅要求係完全相违背嘅咧。好啦，咁啊，我哋首先咧不禁要问翻，喂，咁嗰个摩撒系咩地方嚟嘅咧？咁，咁个位置咧，原来就系坐落喺俯视接连古代嘅干道啊，即系嗰个低地个士非拉，同埋西部即系、就是、耶路撒冷西边，同埋中部嘅山地以及咧耶路撒冷嘅东边咁连接晒嘅。咁呢个摩撒嘅堆丘咧。 就係被當時嘅水源所包圍，咁所以咧嗰度咧有充足水分嘅供應啊，俾人啊，俾農業啊咁樣，咁並且擁有咧就係好肥沃嘅土壤。咁啊點咧咁？所以由於呵有一啲好有利嘅條件，再加上咧就係温暖嘅、溫和嘅一啲嘅氣候天氣，使到嗰個地方成為一個咧定居，同埋咧。 農業嘅主要嘅地點，咁啊，所以呢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點啊？咁就要俾佢噶啦。咁喺經濟嚟講咧，原來當考古學家比較鐵器時代二 A 期，即、就、係、是、大概公元前咧十世紀至到咧九世紀初咁上下咧，同埋比較二 B 至到 C 期嘅話，即係話咧公元八至到六世紀初咁樣啦。 兩個時期一比較嘅話咧，之前嘅場地嘅利用同埋之後嘅利用咧，係有增加提高用量嘅情景。咁啊意思即係話咧，當時咧最初係小型嘅，慢慢中型，慢慢慢慢發展到後期咧，成為一個工業化程度一路提高嘅一個嘅地方。咁啊，所以咧，當呢一個神廟興建之前咧，其實嗰個地方咧已經係一個行政同埋。 當時由大國嘅經濟嘅中心，咁啊之後呢喺經濟上更加有實質嘅誒增長嘅時候呢咁然後呢個神廟呢就出現咗啦。咁所以呢，變咗我哋話呢，喺呢一度呢，仲揾到個祭壇哦。神廟嘅庭院裏邊呢，喺神廟入口嗰處咧發現咗個突出咗嘅祭壇，咁啊體積呢，大概呢係四點五乘四點五英尺哦。 咁啊，所以咧喺壇嘅附近咧揾到啲灰啦，揾到啲瓦片啦、陶片啦，大量嘅骨頭，大部分都係以色列人用嘅一啲嘅誒一啲嘅動物嚟嘅喎，包括綿羊啊、山羊啊一啲骸骨嗱。啊这个、呢一個咧就係、是、當時揾到嘅嗰個祭壇嘅誒遺跡啊。咁啊，並且喺呢個祭壇附近咧，仲揾到一個嘅祭具啊，其他嘅。此外咧，仲揾到咧有港台，仲有一堆咧就唔係真正拜耶和華嘅啦，邪教嘅文物。 咁啊，又有聖杯嘅一啲嘅碎片，仲有一個展台。咁啊，呢啲咧咁嘅文物咧，固然咧就被打碎啦，嚇。咁咧就誒沉積啦，並且咧揾厚厚嘅即係泥土啊灰烬將佢蓋住。咁、這、呢個咧就係當時咧蓋住咗揾翻出嚟嘅。咁啊，有啲雕像嘅，咁啲雕像咧就有四個，四個小雕像咧都係用當地嗰啲泥土同埋當地嗰啲工作坊咧嚟到製作噶嘛。 並且保留住一啲嘅頭部，即係下半部咧就冇咗啦。即係嗰個異人化嘅樣子，即係神明，但係異人化嘅樣，包括咗咧刺咗針孔嘅眼睛，咁啊下排又刺咗有針孔嘅一啲嘅誒鬍鬚啊，好似呢、這個係啦，睇見係兩隻眼咧崩咁樣，即係有個窿，下邊啲胡鬚咧又有個窿咁樣。咁啊，所以咧如果你睇幾個角度嚟睇咧，前後左右睇晒。當時咧呢一個係佢哋敬拜。 嘅神明，佢哋當呢個係耶和華，定係當佢係其他嘅假神咧？呢、這、一個咧有待進一步嘅了解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呢個動物嘅誒一啲嘅誒誒一啲嘅偶像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即係唔同嘅偶像嘅誒動物咧，都會出咗嚟。咁而即係喺我哋嘅左手邊咧，呢、這、一個嘅像咧，仲係有人咧，或者一個神明咧騎在上邊，不過嗰個已經係整爛咗噶啦。 咁我哋不禁要俾俾照一下咧，就係、是、使用宗教信仰同埋儀式實踐嚟確保呢個行政系統嘅完整性咧。其實喺歷史同埋聖經當中都有啲例子。咩意思咧？咁即係話，當有一件咁樣嘅有價值嘅、有經濟收益嘅呢啲咁樣嘅啊活動或者係工業係推展嘅時候咧，佢哋係容許。 有宗教嘅儀式等等同時進行嘅喎，係咩？嗱，好似咁當然啦，嗰個唔係神中意嘅啦。好似喺但咁樣，但堆丘有呢個冶金術同埋農業嘅工業，仲有咧喺一個地方叫做咧係以霍夫嘅堆丘，咁啊有鐵器時代二 A 期，咁啊當時咧有養蜂場，又係有其他嘅宗教嘅嘢喺嗰度嘅嘛。咁啊加特菲利士人嘅地方，鐵器時代二 A 期咧。

喺呢個鐵器時代，二 B 至到 C 期咧，係猶大經濟同埋行政系統嘅一部分。咁啊，並且咧，當場所用作呢個糧食糧倉嘅功能咧，一路係咁樣增加。於是咧，就建造咗一座嘅廟宇，確保咧啲人咧喺個樹咧，嗱唔使走上耶路山呢啲都有得拜啦。誒咁啊，喺咁嘅情況咪得咯咁樣。咁喺咁嘅情況。 確保咧嗰個工作咧唔會攤緩，誒誒繼續可能係一個禮拜七日都繼續進行緊啦咁樣。咁啊呢個意味着咧，喂係猶大國家正式批准嘅喎。咁呢一種解釋接唔接納咧？咁樣呢一種係第一種解釋啦。咁啊於是咧就有人質疑啦。如果嗬，我哋認為嗬，聖經話俾我哋聽，對耶路撒冷考古知識嘅現況，將一座。 巨型啊！呢座唔细嘅将一座巨型嘅庙宇建筑而归属于公元前十世纪末至到九世纪初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嘅王国，咁你话啦，可唔可能咧？即系话咧，犹大国家、犹大国王系批准有耶路撒冷嗰座以外，都批准埋呢一座，唔系细喎，係大嘅喎。咁你话啦，咁近点解要整两个咧？点解佢要批准咧？ 於是咧，有考個國家咧，亦都有質疑呢一種嘅解釋。於是咧，就有第二種嘅解釋。佢解釋就話摩薩神廟咧，係一個咧唔係國家，係當地團體嘅一個農業嘅工場嚟嘅啫。最初可能咧，只不過誒、哎、幾個家庭啊，幾個農村啊咁匯集資源咧，咁啊結果咧就即係佢哋嘅農業發展得好好，咁啊一路咧供應咧耶路撒冷國家嘅需要。 咁啊，隨住哎呀呢、這個位置越整越大啦，最終咧，哎呀咁佢哋都要敬拜噶咁樣，於是咧就有佢哋自己做出嚟嘅一個宗教場地，建立咗佢哋紀念性一啲嘅神廟咁樣。咁啊，於是咧佢哋話：喂，咁樣係咪真係得先？建造呢一座神廟係一座艱巨嘅任務嚟嘅，需要行政嘅組織，並且咧必須有高手嘅工藝。 咁並且咧就係水準高嘅一啲嘅誒對對古代近東廟宇嘅了解，然後先做出嚟。因為事實上面佢的而且確有好好嘅設計走出嚟噶噃。咁所以咧，當摩撒行政組織水平有所提高嘅時候，可能咧就係一個自治嘅摩撒政體，因而被建立。即係話咧，根本咧由大耶路撒冷嗰度咧知道都管唔到嘅，佢呢處咧有自己。 行政獨立組織，所以先至有嗰度一個呢度一個，而呢度呢個呢，亦都供應你哋嘅需要，所以你就隻眼開隻眼閉啦咁樣。嗱，考古家所講嘅嘢呢，我哋呢樹闌微咗一個結論，就係、是、話摩薩呢個堆丘嘅神廟呢，係建造嘅時候好可能呢，就係當地一個團體嘅一個事業，但係喺鐵器二 B 時期呢。 佢顯然就係由大嘅統治底下而受到皇室嘅批准，先至可以存留嘅。咁呢一個嘅結論，喺國家當然就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佢哋好期望再進一步了解。咁啊，呢個係現時到此為止佢哋嘅結論，但係再進一步會發現到啲乜，又或者點樣解釋？我哋了解到咧喺南地。

更古老嘅歷史呢，有關係嘅噃嗱，考古新知呢，就係、是、將最新嘅考古資訊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係唔想錯過下一期嘅話呢，請你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想知道多啲我所講嘅有關考古嘅事情嘅話呢，可以喺網上訂閱我嘅書《考古涉獵》，或者呢，就係去到我哋嘅網上學習平台嗰處咧。 得到更多資訊或者參加我哋網上嘅課程。如果你話唔係，我想跟你去到聖經嘅地方，那你就可以考慮呢參加我哋嘅百般體驗嘅遊學團，以色列啊、希臘啊、土耳其啊等等，我哋都會帶你去嘅。